们的布告栏布置的好吗？嗯，很好哦，写得不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感觉很好玩。还会有让大家会有同点的感觉。嗯，哦，好。那是谁讲的？他都讲哪里？下一题你们要问什么吗？布置起来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哦，老师觉得就还蛮有小朋友的创意，嗯，而且还有你们是用回收物品来做的，最后就用起来又有 一堆鸡，还有一个人在那边吃饲料，就觉得蛮生动活泼的，所以大家看的都很开心。谢谢老师，我们在这边送你一个礼物。哦。有礼物哎，这礼物太大了，哇！老师，这个是，来，再镜头比个耶，拜拜。你觉得布告栏布置的好吗？你说那个隔壁的布告栏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了。嗯。然后因为稍微还是有点空。就是，可是整体是很有设计感，你们有，而且是很立体的东西，你不觉得很立体吗？我觉得啦，我觉得立体有设计感，但是有一点空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少一点点东西而已，少一点点。嗯，为什么？那、什么为什么？你要问我为什么？你说还不错，为什么？我刚刚讲啦、就是。你干嘛？我就知道。我刚刚讲啦、有立体感，会觉得不错啊，但是也还是有点空空空的，少一些东西的感觉。嗯，觉得干净。所以那布置起来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？给我感觉是比较活泼，比较有小学生的味道。嗯，也比较像我们像小学生自己亲手布置的教室。嗯、对啊，那是你们自己亲手 一点一滴把它弄起来，你们自己从想的嘛，然后开始弄，开始看你们弄是自己在弄的。只有一些些是比较难的，是老师帮你们，像那个海报是弄上去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手心的味道就这样。嗯，老师谢谢你，那我们现在要送你一个礼物。这次很潇洒，很潇洒。来，谢谢。耶、yeah! ！这也太。